算中通。邓品燕动算，邓品燕动算。哇，好帅哦！心爱的你，最近过得好无？今夜有想我，打更在想你。故乡的月亮，犹原这呢似，像咱彼时的甜蜜，搁有青春的记忆。是有史以来啦，超级夜总会播十二年以来，是头一摆咧唱歌，大家点点点咧欣赏，是是是，因为大家拢困去嘛，太好听了，那个悲醉了，很疗愈的声音哎，真的，你好呀，品燕兄，他有点紧张。平庸生，我现在算是你的歌迷啊，对对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谢谢。因为有一天呢，我就刷那个视频，看了讲，哎，这个音呐。去给人的爱戏都雅琪啊，有提了喂，然后卡拉 OK 我，嚯，唱歌呢，所有的路人都停下来听啊。哇！哎，我能给人那种出去的这搞的人，结果我刚问他，他说他是台北人。哎，阿奶才会给人。就想说去夜去走走。没有啦，没有钱买车票啦。小朋友要会做人，我就教你，你再问一次。哎，请问你是不是基隆人？不是的，你为什么去基隆？哦，你为什么去基隆？因为基隆有个许孝顺，哎呀，太水，但是因为我也是住台北，嘿，对。三回就开始也要唱歌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为什么三回很小？哎，你怎么会懂呢？对啊，其实就是那一天，就是爸爸有员工旅游，对，然后就去游览车上面，然后唱，想说唱唱歌，对，然后结果爸爸在唱那个《熊碎的坡》。哦，对，然后我就抢他的麦克风来唱。哇，你三回一样唱这种大人歌？是哦。啊，你敢没三回从他唱那个游览车的司机的韩德鲁？不知啦。哎，不要污染小朋友哦。碰机啊！真的是对他的将来，他的将来哦，一定哦，不可限量的，你看怎样？那个谁来听？你讲我听。叫食什么物件才会当大人？袂讲一世人像你安尼。你叫奇怪，你有效吗？像我咧感无好。
嘛是袂歹啊，对啊，是袂大呢。我只是敢讲三十年以后，伊就赶快只细只。飞啦飞啦！我讲，蛮讲看细只，细只喺中规出。对啊，他距离丹田很近啊。伊个胸看唔看脑后离丹田较近就对。对啊，对。他最近网络很流传的，你唱了一首英文改编的歌曲。英文改编。英文。是不是英文？哦，是那个 I Will Always Love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真的那个我也有看。哇，那首歌高难度嘞。真的不不不，希望被 Q 用比较美声的唱法，是好吧？美声应该可以，明天可以，明天可以。我们练到什么歌，也唱什么歌，好吗？哇，可以吗？哇，厉害！来，坚持，坚持，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他唱的歌都有他自己的味道，有他自己的味道，甜哦。对对，像这个小女生的，像天籁，绵绵的，感觉这个很好听，感觉这坚持都不痛苦了。对呀，我曾经一直坚持，就弄了一直坚持啊，这个唱的很真的有他自己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谢谢光临入 K 点嘛，来我来试看嘛。哦，迄个爱变这样，美声。一时失志，不免怨叹；一时落魄，不免胆寒。若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啊，人生好运，好运，歹运，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啊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社会规个拢好险，真正，都充满希望。对，后边物件娶无无啦。这我若查某，我刚才听你唱歌，我嘛爱着。哎，那 F 美女选总统。邓品燕当选，邓品燕当选，品燕品燕品燕当选当选当选。麦克嗨，好好唱歌。他的声音啊，很甜很美。我今晚要给点一条歌，好不？我听你唱歌《白灵溪》啊。哇，气味就好。白灵溪，吃本鸡，这条吗？吃个港阿鸡，是这首吗？我知道你是在看美女。哎，你唱，哎，人伊唱哦，迄声音足清气，你唱拢足垃圾的呢。歹势，我在牛车。得了。牛车在塞路去啊！真正白灵溪。哦，真正白灵溪哦。可以吗？好好好，可以。其实最近也有听到碰哥有改编那个词，就是哦，你有改编？哎呦，像你搞啊！真的假的？有啊。你要唱碰哥版本哦。唱碰哥的版本。天星的天雷珠啦，珠雷，阿下雷珠。天星的珠雷。好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听看没有？碰哥的词。非常的美，那个平艳的歌声哈。又看见白色的云浮上天。阮心疼风吹冰冰的珠泪，飞远的孤单马上心叫停，声声句句替阮讲出我真想你，像彼时咱两人牵手行海边，水中的影影笑眯眯，到如今只剩阮孤一人相思，伊的相片藏在床边，夜夜期待梦中你来叫阮的名字，像彼时咱手行海
暝，夜夜期待梦中你来叫阮的名字。哦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哇，好棒好棒！哎呀。好好好，谢谢平燕，谢谢平燕，平燕的爸爸妈妈